我不是想挑战他们，我是挑战自己。女性无论在任何一个年纪，你都可以青春。我要努力，要跟他们一起，甚至更好。大家聚在一起，就是一束聚光灯。越老的酒越香，我觉得人也是这样子。舞台是竞技的，但舞台也是享受的。发掘自己的潜力啊，发现另一个自我，相信自己，勇往直前。人如果你没有危机感了，你就会堕懒了。不要去想什么，不要去做什么，就是呈现一个真实的自己。还是蛮期待跟观众产生的化学反应，让所有的女生都感受到我们女人是可以的。我一直想做的一件事情，就是在舞台上能够发光。你拿到了这样的一张船票，你只能视死如归。拍戏呢是有剪接的，可以去一遍两遍，可是在舞台上只有一遍。我更喜欢看到弱者逆风翻盘。每个人都会不同，而不是那一个样子。我自己是一个需要去被激发的一个人，这种感觉就是我梦寐以求的。对战的那个组一定会输给我们，我一定要自信一次给自己看。我们努力把自己点石成金，上了那个舞台，你就要把你最专业的一面呈现给大家。我要去看看新的风景。我希望自己是自己的 C 位。我一定要证明一下自己，即便是最后一个舞台。我自己无愧于我自己，无愧于这个漂亮的舞台，那我就非常有价值。菜鸟也有翅膀，菜鸟也可以飞起来。即使你在生活中是个小透明，但你在舞台上也可以光芒四射。我们用所有的努力在舞台上展现出来最好的效果。现场倒计时，准备。只要不是第一，任何人都有可能下去。这个舞台我专注了，我表演好了，其他太不重要了。其他听天由命，听观众的。我要尽最大的努力，因为我也不想输。我们燃起我们那青春的斗志，说不行，我们一定要赢。我希望我能够传达一种，就是无论你在什么年纪，总心存着一种希望，这人活着他就有那种劲儿。还是紧张的，就是姐姐们还是蛮厉害的。只要我们做好自己，谁来都没在怕的。亢奋，对，非常亢奋。我们不会被淘汰的，也希望我们守擂可以成功。他们挑战失败，全力以赴，拼死一搏。年龄是我们的魅力，是我们的力量，就是我们特别自信，到这个年纪已经不惧怕任何的，比如说别人对我们的评价。我们的快乐是源自于我们自己，忘记所有，行就行，不行不可能。不到最后谁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。我觉得我们破浪族每一位姐姐都可能是黑马。公演录制马上开始，请所有姐姐前往赛前观看。哎，你还别说，我们的颜色五花八门，人那边大部分黑银，看。哎 ，Hello， 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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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们去了那个前台之后，做团队的口号记得说啊，拉票的时候就随意，你们就跟他们握手又好，就是让他们给你们投票。我也真的不想在第一次公演里面全程第一名不是我们的守擂组。
我觉得就是咱们这一组挑战哪一组啊？因为他们还不是有三组吗？我就可以看看他们的水平。如果现场看一下。对我们破浪组来讲的话，我也希望给我们破浪组的姐姐一些信心和自信。他们是否相信自己可以这个事情，我觉得可能比他们唱得好、跳得好更好。现场倒计时10秒，开始了，哇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有请经典《乘风破浪的姐姐》见证人黄晓明。浪花们，你们好吗？我是一直在冲浪一线的见证人黄晓明，欢迎各位浪花们。有机生活我定义，喝口经典超有机，欢迎来到由姐姐们都爱喝的经典有机奶独家冠名的《乘风破浪的姐姐》第二季第一场公演现场。那么除了熟悉的经理人杜华与总顾问霍文熙，还要跟大家介绍另外两位制作人，欢迎舞台总监我们的老朋友陈其元 Ken， 还有我们的新朋友我们的音乐总监刘卓老师。姐姐们，请问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好，乘风守擂组的姐姐们，在表演过程中你们将随时接到破浪挑战组的挑战，你们怕不怕？不怕。姐姐们准备好没有？好。 OK， 乘风守擂且最强，轻松赢你没商量，乘风守擂且最飒，不惧挑战让你怕。太可爱了、啊、姐姐挑战不示弱，上跳下舞关关过，浪花投票搏一搏，我们真的很不错。加油。本场公演为乘风守擂组排位战和破浪挑战组换位战，在守擂组排位战中，15位守擂组的姐姐将以3人组合的方式分为5组，并且按照抽签顺序依次表演，表演结束后票数排名第一的组合全员安全，其他所有人都有可能面临换位的危机。而在挑战组换位战中，15位姐姐将以5人组合的方式分为3组，每个组合只有一次发起挑战的机会，且不能重复挑战同一组合，只有挑战成功才能获得换位名额。挑战成功一次将获得3个名额，挑战成功2次将获得4个名额，而挑战成功3次将获得5个名额。乘风守擂组换位人员将由个人喜爱度票数决定，破浪挑战组换位人员将由个人喜爱度及组合表演票数总和决定，最终根据现场个人喜爱度及组合表演票数相加，破浪挑战组中排名最末的5人将离开乘风破浪的舞台。好，感谢来自我们长沙市湘江公证处的严珊珊、刘丽萍对公演的全程监督，谢谢你们。各位浪花，下载美团优选 APP， 年货节超多福利等你来临。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，请乘风守擂组的姐姐率先出战。